过去以来，国民党团就是以理性、以监督，而且与在野党其他的阵营共同合作的态度。我们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，但是为了台湾民众，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我们都一定要合作，这是民众希望看到的。如果今天最后的结果是山党过半的情况，我相信国民党团绝对会坚守在野党，我们会用最监督的力量来监督政府。